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2021年3月3号，欢迎收看最新的一期《北美房贷焦点》，我是 Rain。加州房价疯涨，那么2021年房价是否会下降呢？现在是否是购房的好时机？如何利用低头款买房？现在我们线上的是超越贷款 Broker Vivian，你好 Vivian。Hello Rain，Hello 大家好。那首先呢，先问一下 Vivian 嘛，我们都知道过去一年的房屋增值超过了10%，那这跟过去的几十年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呢，这个房价呀，在过去的30年里面呢，它是一直是往上涨的。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期间呢，有一段时间呢，房价的一个下跌呢，也是蛮厉害的。那最近的一次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2008-2009年的一个金融危机啊，所以的话呢，你买房子呢，它的这个风险呢还是依然是存在的，只是说看一下你什么时候入市是比较好啊。但是呢，像我们讲说现在的利息这么低啊，也是让很多的家庭呢都有呢想要买房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欲望啊。那么特别加上新冠疫情啊，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在家里面上班呢，他需要更大的一个生活的空间和工作的空间，所以呢也有很多朋友呢，他可能要考虑呢换房子到一些郊区的一些地方啊，而不是说现在呢还是在靠近市中心，或者说和目前上班的一个地方比较近的这些地方，他要考虑要换房。对，所以另外的话呢，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一直讲的这个房源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很多房屋呢，很多屋主呢，他们一个呢是不愿意拿出来卖，还有一个呢，他们也考虑到说我卖了以后我也还要再买房啊，那如果说我买房的这个房源也很紧缺的话，那我是不是说再稍微等一等。所以各种的这样子的一些因素呢，也就是导致了为什么我们去年看到了这个房价是等于说是疯涨，整个的一个全国差不多在14%到15%的这样子一个平均的一个往上涨的这样的一个价位。明白，好，感谢 Vivian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知道现在也是一房难求，的确买房太难了。那么2021年我们知道由于法拍屋、短售屋可能会出现，那会不会导致2021年的房价有所下调？你怎么看？其实这个的话，我其实在节目里面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说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个政策面。我们知道其实之前的话呢，像这个贷款的延付啊，还有这个赶租客呀，还有 foreclosure 啊，都是到差不多是到这个三月份。那如果说三月份那个时候啊，这个他的这些就是政府的这个延付的这些要求的话，他就截止的话呢，那可能呢我们到后面的话呢，可能就会看到一些 maybe 就会有一些法拍屋或者等等，那个时候也要看它是怎么样的情况的一个方式出现。但是呢我们上个月呢，现在已经三月份了嘛，上个月的话呢，其实我们总统 Biden 呢，他已经呢就是公布了这些延付等等的这些的一个更长的，给到这些人更长时间去做这些贷款延付，或者是你不可以去 foreclose 别人，不可以去这个就是说赶租客也好，或者说赶没有能够及时付贷款的这些屋主啊，全部都延到了6月30号啊。那这些举措，政府的这些举措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在近期特别是上半年的话，你不可能看到房价的一个回落，对，这是不可能的。那今年下半年会怎么样呢？我个人认为的话，因为你想你要赶租客呀，或者说要赶这些屋主付不出房贷的这些的话，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啊。首先这个时间可能就要3到6个月。另外的话呢，政府因为已经吸取了2008-2009年的一个经验，虽然我们知道现在目前经济还是没有就是说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复苏，但是呢政府它一定会就是说在后面的话，它不可能说像2008-2009年一样，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银行基本上已经瘫痪了，就它大量大量大量的放出短卖屋和银行屋。但是这一次的话呢，我相信有上一次的经验的话，政府它一定会 be more prepared，也就是说他一定会出台另外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措施，而让这些短卖屋和法拍屋呢是部分部分部分的这样子流入市场，而不会呢有很对经济呢有很大的一个再加一个就是重创。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疫情已经一年多了，对经济已经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影响了。所以我相信就是说政府在后面后续的话，它应该会出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政策，不会让这个经济再往下有一个大的一个滑坡。但是 Vivian 是不是代表这样，就是2008年2009年当年的情况就是大量的法拍屋和短售屋，所以让整个房地产市场陷入了一个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导致就是供求关系嘛，那供太多了求比较少，导致结果房价降低了。那这一次我们知道像您说的关于拜登总统呢，他是将这个法拍屋和短售屋将控制，就不让银行放出来到6月30号，以至于6月30号之后呢，你就像您说的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政策，然后来限制法拍屋和短售屋的快速流入市场，但是关于这个政策可能更多的就是慢慢分批次的流入市场。那么对于这个分批次流入市场，是不是也会让整个市场有所下调呢？整个房价，还是说这个2021年我们先预测一下2021年整个的房价市场还是会像这个2020年那样疯涨吗？其实并不然，是吗？对，不会像2020年这样疯涨，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就说房源的话呢，它会慢慢陆续的话推出。我们讲的这些目前的这个房源呢，是属于正常的一个房子的买卖啊，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说施打疫苗啊等等，还有 Johnson & Johnson 它也出，已经对吧，去申请跟这个已经申请了紧急要这个批准他们的这个疫苗的一个发放到市场上去，而且他们只是一剂疫苗就可以了嘛。所以的话等于说现在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个人看疫苗的施打还是蛮乐观的，所以这些都是好消息啊，都是利好的消息。所以的话呢，很多的一些要卖房的一些朋友们估计应该也在三四，就是春夏季啊，应该都会把这些房子啊都会推到市场上去。而且之前我们也讲了，就是建商的一些去年也是批了很多的就是要新建房子的这些 permit， 那这些批准证书拿到手的话呢，也基本上呢会在今年春季夏季呢，很多新的房子呢也会完工。所以的话这个中供需的一个供给的话，它的一个房源的话，我个人觉得会是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导致像去年啊这个供需的这个差异太大了，而导致这个房子的一个疯涨。但是今年整体来讲的话，我个人看来的话还是稳中有升吧，基本上可能也都会。很多现在新的就是经济学家他们也是预测，基本上有些预测5%啊7%啊等等的，所以应该不会超过两个 digit， 应该不会超过两个 digit。 对对对，明白。下一个问题问一下 Vivian， 那这些法拍屋短售屋毕竟将要流入市场，所以对于一批想买房的人会不会是一个好机会，能不能捡到漏，你怎么看？会是一个好机会，因为比如说像银行屋的话，那它出来的话，它很有可能是让你全现金去买的，那就是说你手上要有充足的一个现金，那么呢，你可能呢会买到 maybe 可能比市价低于10%、15%这样子的一个价格。那对于比如说你买一个5-60万的一个房子，如果说能够低，对不对？5-7万的话，那也是非常好。但是呢，你手上呢要有充足的现金，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很有可能他就不让你做贷款，因为有的时候他的这个房子里面啊，他被法拍了以后啊，这个 previous 的 owner 就之前的这个屋主，他可能还住在里面啊，对，所以的话，你对于你要做贷款等等的话，可能就基本上你就不能够做。那银行也可能也希望一个 quick sale， 就是全现金买。所以的话呢，如果说真的是想要等这些法拍屋啊等等的这些朋友们呢，那你可能真的是现在呢要看一下你手上的这些资产能不能有些东西可以套现，准备一部分的现金这样的话呢你才是可以有准备的去有的放矢，否则的话就算这些资产流出来的话你也不一定能够抢得到。明白，好，感谢 Vivian 的一个分享，我下面就进入我们主题了。首付 3% 首付这个头款，哎，问一下 Vivian， 这个 3% 头款也能买房吗？今天这个 Vivian 能帮忙详细说一下关于这个 3% 头款买房的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是的是的，其实呢这个 3% 头款买房呢，其实这个项目呢是一直有的，只是呢很多朋友不知道。还有一个呢就是呢之前的话呢基本上呢它
就说卡在一个收入的问题上，因为这个 3% 呢，它是基本上呢是给到一个中低收入的一个家庭啊。那么因为收入的原因，因为这个投款的原因不够呢，你没有办法呢去买房。那么你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我今天呢又刚刚看了一下，因为就是中间收入啊，它每一个地区呢它都有一个中间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收入，每个家庭有一个中间收入。那这个中间收入呢，随着大家的一个收入的一个上升呢，其实2021年呢很多地方它都做了些调整啊。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我们请导播给我们就是切一下这个图，我刚找了一下，就是 Alhambra 的这样子的，对，就是3% 的这样子一个 program， 你的收入啊要不能超过多少呢？那我们请导播呢切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这个是一个网站，我们稍后呢我们也可以呢把这个网站的这个网站的地址呢也可以呢在这个 link 下面呢 share 给大家。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所在的城市或者是 zip code 呢，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搜一下，就是哎，如果说我想要享受这个 3% 的这样子的一个低头款的话，那么我的收入呢就是不能超过我地区的这个中间收入。那么这个中间的这样子一个价位的一个收入是在哪里呢？我看一下导播好像还没有切出来是吧。是，来导播在右下角，就也代表着这个中间收入啊，含不了是83,300块钱。对对对对，83,300。那我们就打个比方，含不了还是蛮能赚钱的呀。对，那比如说在 Alhambra， 我们知道在加州那个南加州的话， Alhambra 是房价算是比较高的地方了啊，因为在西边，然后是个华人区，所以呢我们就打个比方，做个这个一个 example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买一个 condo 的话， OK， 在 Alhambra， 那比如说我们讲你的 condo 是56万啊，56万的一个 condo， 那你的收入要一定要在83,000以下啊。OK， 那么如果说你放3%的投款，那就是16,800块钱。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只要有16,800块钱的一个存款的一个投款，就可以呢去满足啊这栋房子的投款了啊。那也就是说，你贷款的贷54万多。OK，那么呢，如果我们假设利息在3%左右的话，那你每个月的 payment 呢是2,290块钱。然后再加上呢，因为你3%的投款，我们将有一个贷款保险，这个贷款保险呢基本上在200块钱左右啊，然后再加上你的地税大概差不多580多块钱，再加上一个你的一个小保险，比如差不多40块钱，那我们再给一个 HOA 物业管理费，如果是250块钱的话啊，这个 Alhambra 250块钱的condo 的这个物业管理费的话，还是蛮 reasonable， 基本上我们都还能找到这样的 condo。 你通通加起来呢，你一个月的所有的这些 payment 加起来是3,400块钱。那3,400块钱对于你的收入要求是多少呢？你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什么车子 payment 啊等等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讲你的这个支出的话不能超过你收入的一半，那也就是讲你的收入基本上就差不多是6,800块钱以上，你就可以买这栋房子用3%的投款了。那我们刚刚呢也已经看过了，就是在这个图上呢你的收入呢是不能超过83,000的，那83,000呢折合成每个月的收入呢就是6,960块钱。所以呢你正好这么说就等于6,300到6,900之间是可以用3%这个投款的是吗？不是，是你6,900块钱以下的收入你都可以用这个3%的投款在 Alhambra 买房子。那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你如果说买一个56万的一个 condo， 你的物业管理费呢不超过250块钱啊，你放3%的投款呢，你如果你的收入是在83,000的话呢，你正好是可以满足这样子一个要求的，也就讲你就可以用3%的投款去买这个 condo 了。明白，也就代表着如果说是在具体你想买房那个城市的中低收入中间这个收入之下的，都可以用3%投款这个政策，是这样吗？是的。那比如说我们再打个比方，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在东区买房，那我们请导播再给我们就是看一下说，如果在 Ontario 的话，那我的收入要不能超过多少呢？
那么 Ontario 对 Ontario 的话呢，你的收入呢不能超过75,000几百吧，是不是？来，75,300块钱，也就代表着 Ontario 整体收入应该是比这 Alhambra 要低一点的。哎，对的，对的，对的。好，那么我们再做个比方，比如说你在 Ontario 你买的是一个独立屋，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没有这个物业保理物业管理费了。那如果说你买的这栋房子呢是55万的话，那么你3%的头款呢，那就是差不多是16,500块钱，你就可以满足这个55万的这样子一个房子的一个头款了啊。那么你贷款呢是贷53.5万，那么我们也是假设用3%的利息来算的话，你每个月的 payment 呢是2,249，再加上呢195的贷款保险，因为你只付了3%的头款嘛，啊，然后再加上地税500多，再加上啊房屋保险，你一共加起来呢，差不多呢是在3,100块钱以下，3,076大概。那这个的话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收入的要求，那75,000块钱折合每一个月的收入是多少呢？是6,250块钱，所以呢也正好呢满足了，哎，买这栋房子的一个收入的要求。对，所以呢就是说就是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大概就是参考一下，就是说，哎，如果是在 Ontario 的话，哎，如果我的收入是75,000块钱以下的话，那么我如果买一个55万的房子，我放3%的头款呢，哎，它是可以，如果说利息在差不多3%左右的话呢，哎，它这个呢是可以满足这个要求的。对，对，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你去买个55万在 Ontario 也是可行的嘛，所以我就给大家举了两个例子呢，就是说目前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可行的例子。那么呢，你可以呢用3%的这样子一个头款啊，而且呢你的收入呢也是正好卡在它的一个要求的一个收入的下面呢，你还是可以去满足这样子的一个要求的。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们，如果说就是不要为了你觉得说，哎呀，我没有这个10几20万的头款呢，我怎么买房子呀？那其实你也是可以用啊这样子的一个3%的这样头款的这样子一个项目呢，是去买房的。对，有一个问题啊 ，Vivian， 如果说我用3%这个项目买房的话，是不是对我身份有要求？还是说所有的人只要报税，只要符合这种正常的收入的话，就可以用3%头款这个项目呢？对，基本上都是，我们讲的这些都是查收入的贷款。那么对于身份的要求呢，其实就是说你是有长期的居留证的。那我们讲说是公民啊、绿卡呀、然后你比如说是工作签证啊，或者说是你是工卡呀，只要是在你买的时候没有过期都可以。哎，明白。所以关于3%呢，可能大家都明白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其实我还除了3%听过3.25%啊、5%啊，都是什么情况？这个 Vivian 能帮忙介绍一下吗？对，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的一个图号，也可以请导播就是给我们切一下。3.5%呢是我们讲的 FHA loan。那么这个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政府扶持的，也是呢就是为了呢是给到想买房的人，但是呢他的头款呢相对来讲呢不是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是一个比较的一个图哈，是橙色的这样的一个图。那么3.5%的话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呢他会搞混淆，就以为说3.5%是首次购屋。其实呢你不一定一定要是首次购屋你才可以呢去用这个3.5%的这个头款。那你可以呢比如说现在你已经有一栋房子了，然后呢，哎，你现在再去买另外一栋是自住的屋，你还是可以用这个3.5%的这个头款呢，这样子的一个 program。那这个 program 有什么好处呢？相对于3%，因为有些人讲说，那我就用3%好了，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用这个3.5%的呢？那么3.5%相对于3%头款来讲呢，第一个呢是它的收入呢是没有上限的。我们刚刚讲到3%的话，你的收入是有上限。比如在 Ontario， 你收入超过了75,300的话，你就不能够用这个 program 了啊。那么3.5%呢，它的收入呢是没有上限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信用分数呢，也是相对于3%来讲的话，它的要求呢更低。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啊，580的这个信用分数，其实你就是
都能够过，就是说这个 3.5%， 但是 3% 的话呢，一般呢至少要至少你的信用分数呢要620分以上，或者说640分以上，因为有些银行它可能还有一个 overlay 在上面。对对，但是很奇怪，5%也是信用分数620嘛以上，就 3.5% 这个头款这个政策是信用分数580以上就可以了。对对对对对对，那么我们讲3.5%，我刚刚讲了你没有上限的要求嘛、那有些朋友讲说，那你这个5%又是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和3%，我多了2%，我为啥要多出这个2%呢？如果说我可以出3%的话，对不对？那么5%呢，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呢，你出了5%的话，你就没有任何的，首先一个也是没有任何的收入上限，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可以买任何类型，就是任何类型的这个房子，比如说你可以买 condo，然后你如果收入比较高，你就卡不到这个3%的这样子的一个项目里面去了。但是呢，你可以呢多放2%，你放5%的头款呢，你就可以做 condo 了。为什么我们讲说5%而不是3.5%呢？因为3.5%的这一个项目的话，很多 condo 它是不批的。因为这个 condo complex 呢，一定要是被 HUD approved 的，就是说政府要批准的这样子的一个 condo complex 呢，你才可以用3.5%的头款。所以一般的话呢，用3.5%的头款买房的这些人群呢，他们买的房子呢，基本上呢都是独立屋，或者说是2到4个单位。但是2到4个单位呢，你的头款要求可能就会要稍微多一点了。对，所以如果说有些朋友说，那我又是很想买 condo 啊，我觉得我也不需要打理，对吧？这些就院子啊什么的，那你就，然后我收入呢，哎，我又比较高，我又超过7万8万的什么的，那你就可以用5%的这个头款呢，哎，去达到这个目的。明白了。所以大家看一下啊，3%、3.5%和5%哪个更适合您？如果说您的收入比较高的话，您可能只能是选择3.5%，或者是更简单的5%。如果说您符合3%，您就可以拿3%购买房屋了。3%头款真的太少了，其实对于购房者的来说的话，其实3%和5%差那2%，可能500万房子也就差10000块钱，好不好？所以呢，关于大家买房呢，可能是在贷款方面是越来越轻松了。但是就像Vivian讲的，这个政策可能会一直有，只不过是更多人不是很了解。但是同样也要提醒大家，这个不管是3.5%还是5%，它跟正常20%、25%的头款还是有差别的。刚刚Vivian也是在讲了，这有一个贷款的保险，是吗？这个房屋的这个贷款的保险呢是怎么算的呢？这个是会一直还吗？或者说我还到20%，我再 refinance 是不是我就不用还这个保险了呢？首先它是这样子的，贷款的保险呢和你的头款的一个多少，还有呢和你的信用分数呢它是挂钩的。你头款放的越多呢，你的贷款保险越少；你的信用分数越高呢，你的贷款保险呢它也是越少。当然了，它还会和你的贷款的金额也挂钩。你贷款的贷的少，那么你的贷款保险你付的也少啊。这个多少呢？大约多少？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了50多万的这样子的一个 loan amount， 如果说你的这个信用分数在740分以上的话，那么你的贷款保险基本上大概在200块钱左右一个月。哦，200块钱左右算一个 HOA 了。但是这个贷款保险会一直让我付下去吗？如果说我付到了我的本金是大于整个房屋价值的20%以上的，我做重贷的话，是不是就没有这个保险了？它是这样子的，贷款保险呢，我们讲这个是3%和5%的一个贷款保险哈，和3.5%还不一样。我们先来讲这个3%和5%的这个贷款保险。这个贷款保险呢，在你呢，因为你当时买房子，比如我们打个比方，买的是50万，那么你可能刚刚只付3%或5%，那么要到你付到你的本金是你当时买价的22%的时候。22%的时候，那么这个贷款保险呢，它可以自动，就是这个给你发这个账单的这个，我们讲这个银行或者是这个公司也好，他们就会把这个贷款保险呢自动的就取消了。那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知道现在的房子呢，它是不停在往上涨，所以呢，就是说你也可以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大概差不多这个房子如果说能估到和你之前买房子的啊，比如说20%或者说18%以上，这样子算下来就正好你的
你的这个本金呢有你估值的 80% 的话，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呢去做一个重新贷款，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贷款保险呢就是说把它呢就是取消掉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本金在你的本金有百分之是你这个房子的一个价值的20%的情况下呢，那你就没有这个贷款保险了。或者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也不一定一定要等到20%，有的时候你可能本金已经到15%了，那其实如果说利息好的话，你也值得呢去做一个重新贷款，因为这样的话呢，你的一个贷款保险呢可能会降低很多。maybe 之前你可能是200块钱，但是因为你的本金一下子啊，因为这个房价的一个上涨的话，那你可能你的这个贷款保险可能只要付50块钱了。那同时呢，你的一个如果利息又是降低的话，那你两边啊都有讨好，两边都可以降低，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式。那我们再讲回3.5%的话呢，它的一个贷款保险呢是这样子，就它是有一个要求的。如果你真的只是付3.5%的头款的话呢，你要是想把这个贷款的就是把这个贷款保险，你要把它降低，因为比如说你看去年很多房子很多地区它都涨了20%几了啊，那你如果说前年你买房买个3.5%的头款的话，你现在做个重新贷款的话，你的房屋净值可能就已经是超过20%了。但是这个情况哈，就是说你做3.5%，我们讲 FHA 贷款，你必须要做一个重新贷款才可以把这个 mortgage insurance 才可以把这个贷款保险呢取消掉，而不是说像3%和5%啊，你到了22%的这个本金的话，它会自动取消。这个 hard agreeing 的，你因为你付的这个头款太少了，这个呢是大概前几年已经改过了。就你在11年里面，你如果说要想把这个贷款保险取消掉的话，你必须要做一个重新贷款才可以。明白。好，感谢 Vivian 的分享，相信大家都已经对于 3%、3.5%、5% 的头款这个政策有所了解了。下面一个问题问一下 Vivian， 请 Vivian 帮忙更新一下目前的一个贷款的利率的一个形式，多少钱，是不是有所回升了？是的，现其实今天的 bond 呢又涨了很多，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是 1.476%。昨天呢其实稍稍有点回落，最近两个半星期呢利息呢都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那我们知道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政府又要发钱了啊，是的。对，那么现在目前的话呢，基本上呢都比前一段时间呢大概高了0.25%到0.375%的样子啊。那比如说你现在做一个重贷的话，30年固定的话，那你可能就要看3%或者是稍稍往上的这样子的一个 no point no fee no cost 了，而不是我们之前都是3%以下啊。那你买房子呢也是可能会在2.875%到3.125%，看不同的一个啊你的一个贷款的一个金额一个情况，而不是像之前我们讲30年固定的话都是2.5%起了啊，这个的话呢应该是告一段落了。对，告一段落了。所以 Vivian 这个还会重新降回来吗？还是说您认为我们这个贷款利率会一直持续走高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看经济的一个层面，如果说经济层面真的是像我们的总统所预计的啊，慢慢的学校也要开放了，疫苗呢也是到7月31号之前要全民施打，然后呢这个餐馆呢也是啊现在都在开放，然后接下来更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娱乐设施等等呢也要都开放的话，而且呢疫情呢也是呢就是说可以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抑制的话呢，那么利息基本上不会再往回回落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对大家，如果说你想重贷或者是你想拿到这个低利息的福利，要抓紧时间了。Vivian， 是的，就是说你要是重贷的话呢，那现在如果说你即将进入要去做重贷，或者说已经在做重贷，只是说因为你的贷款还没有被审批出来，初审批完或者等等的话呢，应该是这段时间里面要择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呢，赶紧就把它锁定了吧。那如果说是买房的朋友呢，我觉得还是之前讲的刚需房啊等等的话呢，
还是值得买的，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在三这个样子徘徊，比起疫情之前，我们知道像 3.875 啊，有些甚至是4啊等等的话，还是非常的低，所以呢，还是要抓住这个机会。抓住机会啊，大家。下面一个问题啊，问一下 Vivian， 就是关于最近是报税季嘛，所以说如果说是今年2021年我有这个打算买房的话，在报税季应该注意什么呢？如果说你打算买房，那么呢报税的话呢，我是建议啊，如果可以的话呢，要和我们呢联系一下，因为有蛮多的朋友们去年可能拿的是一滴滴，一滴滴的话是不能算收入的。那么如果说你今年你找了一份新的工作，如果是 W2 的话，那么看看呢能不能用得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之前是自雇的那么你当中呢去年又是申请了一滴滴，但是呢你呢还是可以报一些收入的话，那么你要报多少呢？你就是说你的一个收入是你要多少的收入才能够满足你要贷多少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呢？那这个里面呢都是呢要经过一些计算，还有呢要跟你做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些沟通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呢，我是建议你真的今年要买房的话呢，最好呢和我们先沟通一下，然后呢再去呢就是说合理的去报税。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一旦你税报完了以后，那就没得改了。明白，现在目前利率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你有重贷的需求或者说买房的需求的话，一定要算一下到底算合不合适，您能拿多少利率。那怎么算呢？可以加一下我们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麻烦导播，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就可以联系一些超越贷款，麻烦导播。好，这个联系一下超越贷款，包括我们的电话也可以联系 833-567-8899。如果说是您打不进来嘛，那您就争取加一下，扫一扫右下角的微信，好吧，加一下我们超越贷款微信，给您免费计算一下到底能拿多少利率贷多少款，很关键啊。最后问一下 Vivian， 就是请您给我们现在即将要买房的这群人，这些观众朋友一些建议。如果说你现在要买房的话，首先一个你真的要先做好贷款预审，这个不单单是要看一下你现在的一个信用分数是不是符合买房的要求，还有呢很多朋友们呢在买房之前呢可能连头款都还没有准备好，有些可能在大陆，有些可能在其他的一些地方，那么这些呢有哪些注意的一些细节啊等等呢，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呢最好呢也要先来咨询一下。另外的话呢就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收入啊，收入的话呢我刚刚也提到了啊，最好呢就是说来沟通一下，看看呢你的收入能不能呢能够带到呢你想买的这样子的一个房子的一个价位。另外的话呢，关于这个地区也好，房源也好等等的话呢，其实我们刚在节目刚开始呢也讲过了，就是我们看了的话呢还是比较乐观的，它的一个房源啊等等的话，在今年春夏季呢应该呢还是呢会比去年的话呢会增加很多。所以呢即将要买房的朋友呢，特别是一些刚需房的啊，这个中价位的这些房子的这些朋友呢，也可以呢就是说择机可以看一下，就是说等到房源稍微再多一些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选择，因为毕竟我们刚刚也谈到了房价呢会比较稳定啊，可能稳中有一个微升，所以呢就是对，也不用说是现在一下子看不到房就气馁了，就是就不看了，因为毕竟利息还气馁了因为利息还是属于低位，对吧？那你要如果说慢慢的能够看到一栋房子的话，拿一个好的三十年的一个低利息的话呢，对将来你 make payment 啊等等的话还是会省很多钱的。对，明白了。如果说你有贷款需求，记得扫一下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谢谢 Vivian 给我们今天做这样的介绍。不知道首付 3% 到底适不适合您？您是否在等房价下降呢？是否在等法拍房或者是短售屋呢？如果说是您在贷款的话，那现在可能心动不如行动，尤其对于重贷的这批人。谢谢 Vivian。那同样呢，我们北美房贷焦点会在每周三的下午1:30为大家播出，我们主要还是围绕贷款利率，还有就是房产房市，美国房市的一些话题。如果说是您正好是对此感兴趣的话，一定要锁定我们每周三下午1:30的北美房贷焦点。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记得点赞并分享出去，我们下周再见，拜拜。